你会怕警察吗？不知道大家平常跟警察接触的经验是什么？我觉得台湾的警察通常超和善的啦，大部分是不会让人心生畏惧，当然偶尔也是有例外，像是之前超商浩克跟警方发生的冲突，就引发是不是执法过当的讨论，看来要拿捏执法手段的平衡点是有难度的。警察执法争议的情况在美国更严重，美国警察对非裔美国人执法过当更是经常登上全国的新闻头版。我们今年初报道过，今年1月田纳西州的非裔男子尼可斯被当地的蝎子小队拦下痛殴之后送医不治，当时的民调就显示美国民众对警察的信心创历史新低，全美各地又兴起了废警运动。但不可能真的废了警察吧，很多地方为了要重建民众对于警察的信心，就推出了社区警察计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吧。大家好，我是范吉薇，欢迎收看范吉薇 Today 看世界。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社区进行了为期5天的社区警察计划，加入计划的志工成员会穿上紫色跟灰色的制服站岗，取代警察处理危险程度较低的犯罪，但他们没有逮捕权，而是采用柔性的方式来阻止。这个计划每年进行几次，每次5天，警察会把所有报案电话都转给志工，除非是重大案件或是受害者要求逮捕罪犯，不然便衣警察只会待在志工附近防止意外，不主动处理。哈，让平民去处理犯罪真的可以吗？听起来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不过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像是4月的时候，有10几个青少年在大街上追一个14岁的女孩，还一边大吼大叫，这情况看起来就很危险。不过他们看到志工的时候，就马上放慢了角度，志工也只是冷静的挥挥手，赶他们去别的地方，大家就鸟兽散了。女孩也顺利逃走，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皆大欢喜。纽约时报报道中的另一个例子也很神奇，一个前帮派成员因为抢银行坐了13年多的牢，加入了社区警察计划。在实验期间，他成功说服想要持枪抢杂货店的人交出武器然后回家。更神奇的是，这个人竟然在第二天跑来说他也想要当志工。这个实验里面，平民虽然没有逮捕权，却能够成功劝说人们交出枪支，阻止了偷窃跟抢劫。这其实就是倡议团团体的目的，利用社区内对于公共安全的渴望，以非强制的方式减少武力使用，尽可能的让更少人被警察追捕，减少执法过当悲剧。这个概念来自在布朗斯威尔长大的警监安德森，他希望可以重建居民对于警察部门的信任。在询问居民意见的时候，他发现有时候想要维持和平，有时只需要社区的自己人出面就可以阻止犯罪了，于是开启了这个计划。布鲁克林的地方检察官冈萨雷斯也指出，这个计划不只让居民对公共安全的状况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潜在罪犯知道到处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时候，就更能有效预防犯罪。这是真的吗？数据会说话。在警民双方都积极合作的情况之下，冈萨雷斯说2023年上半年的凶杀案下降了 50%， 枪击案下降了 25%， 所以在接下来3年里面，当局将提供$2,100,000继续支持。除了布朗斯维尔，目前美国其他城市也正在执行类似计划。这些实验其实是社区响应者运动的一部分，希望减少警察处理低危险程度的报案电话，把资源集中在需要的地方。根据智库美国进步中心2020年的报告来看，这些社区响应者协助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是心理问题、成瘾跟无家可归有关的求救电话。第二类则是要解决骚扰、发现可疑人士、噪音投诉等等生活质量的问题。不过这样做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虽然前面的例子里面平民的确是解决了冲突，但警察还是在现场，那有什么差别？这样不是反而要更多的人去处理吗？这计划的好处主要出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大量减少了警力。报告中从8个城市的报案数据估计，有 33% 到 68% 的报案电话不匹配警察到现场，社区响应者
就可以解决21%到38%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大量的小事可以透过志工解决的时候，警察不只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社区建立关系，也可以更专心的去处理影响重大治安的事件。第二，让对的人处理事件。要知道，警察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什么都会。例如，警察不是医生，面对精神出状况的嫌犯的时候，就比较难让他们冷静下来。而且，警方的行动可能让本来就有疾病的嫌犯病情更严重。当这些人被捕入狱之后，病情可能又加重，消耗更多的医疗资源。第三，避免情势变严重。根据国际警察首长协会的说法，当一个人处于危机的时候，警察就算什么都没做，但只要现场出现警车、警察制服或是武器，就会让情况更危险。也就是说，警察可能接到一通电话去处理个小事，结果嫌犯看到警察情绪就更激动，然后出现攻击行为，很可能就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最后一个好处是省钱啦。根据奥勒冈州油井警察局的统计，每次派遣警察的费用大概是台币24000元，而这个计划大幅减低了警察出动的次数，估计每年为美国的纳税人节省了台币2亿5000多万。除了美国，全球多国也都在实行。外交政策在2021年曾经报道，许多国家的警察机构都把社区警察当成重要的改革。联合国也认为社区警察计划对于维持和平非常重要，并把它纳入了国际维和行动当中。不过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成功，外交政策就在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等6个涉境条件比较不稳定的地方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社区警察计划在这些地方没办法减少犯罪，也没办法增加公民与警察之间的信任度。报道中指出，失败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警察忙死了，被指派太多任务，根本没时间执行什么社区警察计划。第二个是警察高层一直在换，政策没办法延续，没办法做出真正的改革。第三个是缺乏资源，在这些地方很多警察连开车定期巡逻都办不到，也没办法用科技产品像是相机、电脑来解决，让他们没办法解决民众的问题，自然也谈不上任何信任度了。我们匪夷所思节目在超商好客事件之后，就请了一位基层员警王伦宇来跟我们谈谈台湾警察面临的困境。当时他告诉我们，警察最重要的不是强大的压制力，而是沟通能力，跟我们今天携手写的美国研究超符合的啦。所以我看到那个民众支援社区警务就好兴奋，有解方了耶、但看到后来又很泄气，因为外交政策讲的那3个问题我们也都中，所以报道就提醒，虽然社区警务很不错，但不只需要资源支持，建立追究责任的制度，同时每个国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独特性，如果只是仿效，很容易导致更多的失望跟持续性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呢？台湾适合推动这种模式吗？ A 不需要，现在就很好了。 B 需要，我觉得可以减少警民摩擦。留言告诉我哦。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念个订阅 LINE TODAY 官方账号，带你每天把重要的新闻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万一错过了，到 LINE TODAY 国际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道。范雪的 Stay 看世界，天文里精选一则国际话题，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我们明天见。